我想是真的很不捨得的，有種失落的，真的不捨得畢業的。很多同學啦對自己的接納啦，無論你的弱點啊、強項他們都會接納啦。大家是望回年紀的學習是很感恩。有時候我的文章都不知道自己寫什麼，你竟然在我最後那裡說很有見地，我真的很多謝你。你的真摯使我沒疲累，天真分享夢想這快樂，延續到秋冬。我最喜歡中神地方是天台，做功課做到攰又去上頭下。我喜歡天台，我經常上天台那裡曬太陽。禮堂也很喜歡的，因為學校禮堂很漂亮。喜歡這個教堂啦，我也很喜歡 canteen 的，因為每一次上去 canteen 山哥都會用很溫暖的笑容來跟我打招呼。無論是食物、環境、音樂都是非常之，我喜歡張學友。这校园，这班课，这走廊，这礼堂，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。我啊，梗系中意厕所啦，好难得咁靓嘅厕所，我得闲无事可以去嘅。我中意隔篱嗰个五星级的厕所啊，系有冷气噶，成日都发神喺度上厕所，因为咧有冷气嘅，即系飞安公馆嘅厕所舒服，通风好好。空氣很清新，所以廁所都去得比較舒暢，同埋係放 break 嘅好好嘅休息地方。有了你開心啲，乜都清新滿意，鹹魚白菜也好好味。我真係好多謝山哥嘅，養我肥肥白白。咁咧就我一都一日幫襯佢三餐以上，一悶我就走去食嘢噶啦。咁走下堂啊，咁啊都係喺嗰度搞噶啦。咁有人陪啊嘛，呢、這個幫同我一齊。係，我就中意佢嘅多士啊，同埋佢嘅公司三文治。我中意食魚蛋同埋公司三文治。魚蛋都係好食嘅。公司三文治係得呢度食到嘅，咁嘅冷熱嘅配搭。嗱，我最中意就係魚蛋加奶茶，因為食咗唔使撩骨。好多嘢都唔使撩骨嘅喎，蛋治都唔使加。嗱，喺度有啲唔同，食呢兩樣嘢唔知點解次次都唔使有鼻錢，有人請嘅。呢個係啊，你講邊個？梗係老闆啦，仲有邊個啊？我最中意山哥嘅椒鹽豬扒。我最中意山哥豬扒，同埋佢啲豉油汁真係正。我唔擔心有乳癌嘅話，應該係唔食雞翼啦。食雞，係啊，希望冇 cancer 啦，食之後。無負日懷腦袋，還是越癌越愛，就算一吃就頂蓋，吃肉我只會夠蓋，不要只比賽。我哋班咧真係潛質無限嘅，有江南七怪啊，即係馬騮精啊、豬八戒出齊嘅。咁啊，貴人多嘅，咁第一個就係我嘅應該啊，係啊，啱騎組合，但係夾埋有幾夾喎，無聊咯，仲有咩特質？冇咩特質，靚咯，我都係喎，靚唔靚？咁啱嘅，你係咪都係靚啊？靚，當然，全班最有特色就係大家都係好中意講真話，我覺得好嘈咯，班友仔。最中意吹水啦！我記得有一次喺 canteen， 我諗住落去做功課噶啦，但我見有兩同學喺度吹水，就住一個話題就係點解我哋今個學期吹水時間好似少咗嘅，都吹咗成半個鐘，點解吹少咗水？呢個話題講咗咁耐。貪玩貪食啦，我哋係嘛？一召開話去邊個屋企就全部都用我噶啦。共用啊！共用係啊！我就話咧 ，age range 夠闊啦。由最初好似大家都唔係好熟悉咁，但係到而家即係佢哋畢業啦，咁都會睇到個關係其實係越嚟越深厚。好似呢班同學開頭咧，就係即係暗暗沉沉，大家好似夾埋嘅時候咧，好似都夾埋咁樣，我撈唔埋咁。但係咧後屘咧喺度認識嘅過程裏邊咧，大家咧會為咗大家禱告啦，就好似 Derek 個即係仔仔個心有事嗰時啦，我哋會圍埋一齊啦，喊住禱告啦。其實真係好多時候咧，會有即係眼淚啦，會有祈禱嘅時間啦。跟住即係嗰種一齊大家一方有難就大家埋班嗰種感覺咧，真係好
好正啦！上年嘅四月九號，我仲記得，就係、是、正正係因為又影畢業相啦，即係呢段時間啦，係啦。咁本身應該我都要影畢業相噶嘛，嗯。咁我已經其實預備翻嚟，但最尾我冇影到啦。咁啊，跟住知道個消息，就係壓住唔到科咁樣。我好記得咧。在山哥那裡上那條樓梯，跟住我諗緊，我見到你哋喺山嗰邊，即係我哋祈禱會定咁上下嘅祈禱會嚟嘅，記得。我諗緊我入唔入嚟咧？咁最尾我都入咗嚟。咁嗰下係大家嘅祈禱，好令我印象好深刻，好難忘。我最感動都係去上年退休營，臨尾就一齊聖餐禮，咁啊一齊大家即係好感動咁樣去。好似真係覺得 belongs to 依個羣體咁樣，一齊去祈禱啊，去擁抱咁樣。我諗我比較深刻啲就係嗰陣時，我個仔有心臟病有事嘅時候啦。咁嗰日翻到嚟，然後靈陪小組咧就一齊去禱告。咁我諗嗰個好，即係喺一個好需要嘅，即係好需要 support 嘅時間，有一啲好 physical 嘅 support 啦。咁即係呢個令我感動。我諗我都係。會記得嗰啲片段係大家一齊祈禱啊，好真心咁樣會一齊喊啊！我就深刻應該2014年佔中前夕嘅927嘅清晨啦，係啦，即係我哋啲同學自己喺個 group 度有好多嘅分享啊、討論啊，咁呢一 part 係。幾深刻嘅，咁其實都引申到呢兩年，我哋喺神學院其實就住呢個可能政制呢啲議題，大家都有好多分享，好多嘅討論。咁我覺得呢啲係另類嘅一種好實在嘅同行。我就記得一月嗰次入 camp 啦，就大九三啊，就凤凰飛起啊，咁啊，我房友好好嘅啊，佢執咗一啲啲唔知係偏方啊定係啲咩藥咁執俾我食，雖然就唔係好醫得到我啊，但係就好温情覺得。扮靓的皆因你，癫癫的皆因你，为你甘心作傻事。扮下笑声叫，睇到乜都笑，你在身边多乐趣。